变形记真的是我们都很喜欢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也领略到很多不同的教育意义。城市男孩杨童来到农村之后也变化很大，因为他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十分不听父母的话，这也让父母感到非常的为难和头疼，这样的孩子怎么来教育比较好呢？所以父母让杨童来到农村，希望他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让父母感到非常为难了，希望他能通过在农村的变形生活收获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其实杨童骨子里是一个很热情的城市少年，来到农村之后也一直想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农村的爸爸妈妈干活，但是毫无生活经验的他自然也是出错无数，让农村的父母感到非常的为难。农村的父母包了一大片的鱼塘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杨童也自己跑到山上帮助农村的爸妈割草来喂鱼，希望这样能缓解农村爸妈的疲劳，真的是十分的懂事和乖巧。但是因为杨童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所以把有毒的草扔进了鱼塘里，造成了鱼的大量死亡，这让农村的爸妈感到十分的心疼，因为这个鱼塘是他们几乎一年的收入。农村的爸爸更是说出了想打杨童的想法，其实这样根本不对的，这个错误是双方的，并不是杨童自己的，能帮助他们已经是杨童做的最大的进步了。农村的爸妈应该早一点教会杨童的生活方式，只是杨童单方面的努力根本是没用的。